在中证部在到今天为止，现金是新台币36,047,413.7元，食米1660台斤和旧衣服、食用品一大批。为配合春节，提前今天起在市党部开始发放。死亡灾民31人，每名救助金50,000元；重伤灾民38名，每名5,000元；轻伤灾民107人，每名1,000元；房屋全毁36户，每户10,000元；半毁24户，每户5,000元。各界的捐款定28号截止。